梅河园位于韩碧步道入口处，为蒋介石先生当年驻跸日月潭随扈宪兵的岗哨要塞，以宪兵梅河精神象征命名。九二一地震之后，管理处规划成为景观眺望台。往年在水社码头附近湖面释放烟火时，梅河园占居高临下的地利，成为观赏花火的最佳据点。现为由民间餐饮业经营简餐及酒吧，成为日月潭水社夜间活动新亮点。韩碧步道，韩碧步道为蜿蜒于韩碧半岛的森林小径，步道全长约1.5公里，阶梯由素朴的石块砌成，步道上有2座凉亭，视野辽阔，是饱览湖面风光极佳的地点。尤其站在其中的一座娱乐亭前，正对着潭中的拉鲁岛和青龙山上的玄光寺、玄奘寺以及沙巴兰山顶的慈恩塔，形成一条幸福连线。许多游客喜欢在这里许下幸福之愿。